没有墨迹，你尝尝这个，你相信我，贼好吃。你吃，我喂你吃，弟弟喂你吃一个。不用你喂，我自己吃。不是，我喂你吃一个。你这个动作很反常。不是，这么大一个龙虾，我第一次。 你先把这个吃了，你吃个龙虾，我。黄子鹏，你是个疯子吗？喂，你吃个龙虾，你为什么不吃呢？你快点，你尝一下，我自己亲自给你剥的，蘸了那么多汤了，我都蘸了半个小时了，你尝一口。离我远点，太可怕了，这个人。